什么？我叫你起床就是为了告你姥姥生病了，你别忘了去看她。当然啦，我还给姥姥买了好东西呢。哎呀，我还没想好我准备什么呢。哎妈，你给姥姥买点啥呀？哎呀，不知道呢。哎，我姐说给姥姥买了好东西，买啥好呢？你姐准备了？对呀、啊。哎，干啥去？闺女啊，嗯，给姥姥买啥了？对，我给姥姥买了愉悦血压计。闺女用心了啊。当然啦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姥姥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宝藏。不错，哎，你看你啊，这垃圾袋都不会套，我再教你一次啊。看好了。你看不见了吧？看好了，最重要的一步。哎呦我的妈！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。不买那么多零食，你也不好好吃饭，拿来。有。咱俩在当年看剧也失去了乐趣。啊！妈，你不让我吃，你还自己吃上了呢。我看您最近在追剧，我特意买的，边追剧边吃，我是不是很贴心？哎呀，这段可感人了，我刚好看到这。哎呀，演的还真好。是呗。我挨不动，咋都让你吃没了？那赶紧给我买。我跟你说，你还不信、啊？哎，我就是不信。你就叫让妈给咱弄一点。嗯，来，哎，你尝一下，这俩葡萄是不是不是一个味儿？好好尝尝啊。仔细品，这个葡萄有点其他的味儿，是吧？我就跟你讲，自来水洗的跟口水洗的跟口水洗的不是一个味儿，你还不信？哎，啥口水啊？就。